战争还在打，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节节败退，俄罗斯已经攻下了乌东的门户阿夫迪夫卡哦，那我们看到呢，各国西方各国还是源源不绝的把。 军援给送进去，包括美国拜登总统保证提供六百亿美元的援助，而加拿大也将提供超过八百架的侦察无人机。另外，我们看到日本日本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向乌克兰提供一百五十八亿日元的支援，是干嘛？扫雷等灾后重建。上还在打，你已经在看到未来的重建了。而另外，俄罗斯这边，呃，俄罗斯那当然看起来他。” 这个步步紧逼，可是他国内其实很多的这个后援呐、啊，恐怕也开始捉襟见肘了。包括您看到现在他的弹药已经不足了吗？因为媒体发现他向乌克兰发射北韩制的飞弹。 而俄罗斯跟北韩之间的友谊看起来越来越升温喽，因为现在普京送给呃送给这个金正恩一辆遏制的汽车，供给金正恩个人使用哦，说是那个纪念两个人的情谊呀、啊，两国的友情。不过呢，我们看到像是俄罗斯哦，两边乌克兰也一样哦，都会有一些非官嘛哦，他互相可能哦架机投诚，俄罗斯的非官哦，他投诚乌克兰。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看到呢，他今天被发现在西班牙遭到枪杀，全身有十二个弹孔哦。所以这个呃，有很多包括暗杀啦、情报啦，在这个区域不断的在发生。而另外，欧洲欧盟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欧美援欧美要援助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呢，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现在呢，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到底是谁？可能也是洞见观瞻。美国拜登、布林肯希望由她出任哦，冯、呃、德莱恩哦、呃，这位女士。可是看起来肖兹哦，德国觉得哎，再等等哦，肖、呃、兹坚决反对，因为他认为他对俄国、俄罗斯的立场，这位女士对俄罗斯的立场太过强硬，可能对未来欧盟的发展或是北约的发展不是好事。而另外呢，俄乌战争僵持实在太久了，我们看到。 有一个新的讯息出来，传说美军考虑在英国部署核武，希望用这个核武来压制、施压俄罗斯停战，让他停战，有这么容易吗？好、哦，这个是外界的一个传言。而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北约跟俄军、二军开战的风险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哦，这个也是专家的说法。可是呢，我们一方面制裁哦，对俄罗斯做一些经济的这个管控跟制裁，嗯、奇怪了。 你制裁他，可是他制造战机的脚步没有停歇啊！苏凯三十五的战机现在产量飙升，所以外界就说你美国是制裁假的吗？到底是制裁哪一点的？因为现在莫斯科啊，还有能力维持，甚至可能增加苏凯三十五战机的生产，包括你的晶片啦、啊，还有半导体零件呐、啊，不是已经停止供应了吗？到底是怎么让他们取得的哦？所以中间很多的这个漏洞吗？来，先请教赖老师。 乌克兰的这一次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哈，就是阿夫杰夫斯卡哈，呃，他被打下来，其实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二零一四年之后啊，乌克兰跟北约就卯足了很大的力量啊，去经营建设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三十二平方公里左右，而且他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为什么？因为它离顿内茨克的首府就十公里。 所以他们控制了这个城市，然后建立起一套啊一整系列的南到南部马卡夫，然后到北部，那么去对于顿涅茨克共和国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一个路线，它是建立起一个攻击线。那现在转变成为一个防守线，过去是攻打这个顿涅茨克的一个一个前沿阵地，然后后来俄罗斯那么反打了以后，它转变成为一个防守的阵地。 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个要塞三十二平方公里，你想想看，它的坦克也好，大炮也好，坚固的工事都摆在这个地方。美国也卯足全力供应乌克兰，在这个地方彼此之间厮杀了一年。那厮杀了一年，最终啊，乌克兰不知溃退倒了，名称为撤退，其实是被击溃了，部队丢盔弃甲，坦克、大炮都留在现场。 人赶快跑，跑了过程中还被炮弹不断的在后面攻击，死伤待办。那当天一天大概估计死亡一千五百人左右。那各位想想，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城市的沦陷，所以使拜登气到不行，拜登就骂他们的美国的国会，说都是你们不拨钱，所以你们造成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败。 然后，当然对乌克兰的这个新的陆呃总司令来讲，哈，当然要粉饰太平；对泽连斯基也一定要粉饰太平，就是说，哎呀，这个是为了这个乌克兰士兵的生命跟尊严，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转进这样的一种情形，这个都可以理解。好，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是如此，那又在强调说乌俄罗斯的弹药不足，这就显得很讽刺了。弹药不足的俄罗斯能够？ 打下一个北约全力支持的乌克兰，摆重兵在这个地方的战略城市，那这不合逻辑吧？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新闻是真，什么新闻是假。那也就是把俄罗斯说成他们打呃那个已经没有能力了啊，他们已经开始没有作战力了，这个就是假新闻。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打下这个城市的时候，再往前推了八公里，推了八公里，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 俄国在往前推进的那八公里，再扣到十公里，就等于是将近二十公里的土地。那这代表乌军要威胁顿涅茨克的首府，已经越来越困难了。那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防线，建立一个新的防线，也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反攻线。这个目前来讲，对乌克兰来讲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咯所以，如果美国跟北约真的不能够把援助及时的送到乌克兰的话， 那乌克兰的情况看起来是很不利，因为这条战线可能会整个会逆转，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另外，我觉得有关于传说说美国要在呃英国部署更重要的核武器来逼迫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中停手，这简直是一个如果这是为真的话，这简直是弱智的现象。所以我估计这是一个假的消息。嗯，为什么呢？ 二国的核武啊，五千多枚，嗯，跟美国是并驾齐驱啊。嗯哼，国的核武的投射能力啊，已经可以直接打到美国的本土，而且一点困难都没有。不管是越过北极海，或者是透过核动力前艇。 所以，如果说美国把核武放在那里，就逼得俄国停，那那个不敢再对乌克兰动手，这简直是荒唐的事情。怎么会有这种新闻呢？很多讯息啊，其实真真假假。刚才老师讲了，大家还是要自己小心的分辨。来进一下广告。 好观众朋友，我们回到了新闻大白话的现场，为您插播一则最新的讯息，这是来自于对岸。 美国考虑以中恶合作要制裁中国大陆的企业，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反驳哦，这个是来自于毛宁的说法，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规呃依据、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军的单边制裁，还有长臂管辖。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坚决反对。来请教左老师。 好，那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当然是美国对中国大陆呃施加压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呃方面哈。那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关心，就是到底俄乌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呃，到底这个双方有没有可能走上谈判桌？现在看起来，其实俄罗呃乌克兰的情况是越来越紧紧迫，接越来越困难。那当然，其实。 嗯，既然讲说各国要援助俄罗斯、呃乌克兰、呃各种武器，但其实这可能不是乌克兰最缺的，因为事实上去年就援助了非常多的武器，呃，原来都不不不不能够送到乌克兰的，后来都送到乌克兰的，包括德国的这个豹式战车，啊、呃，包括美国马上要送到乌克兰的这个 F 十六，这些对乌克兰有很有帮助。可是乌克兰最缺的是什么？是人力，因为乌克兰的人口本来就比俄罗斯要少很多。 啊，它大概只有俄罗斯的大概是五分之一吧，啊，那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左右，然后呢，它又流失了非常多的人，流到了那个海外，变成了难民啊，几百万在这个欧洲，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真这个募集人力非常困难。那之前的那个扎卢日内。 就是因为跟这个泽伦斯基针对这个所谓动员的问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因为假如日内就知道说他没有办法在募征募这么多的士兵，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其实的确很多北韩的武器是送到俄罗斯，那因为俄罗斯也的确它的这个弹药生产其实是需是有空缺的，但是北韩武器也并不是那么糟了，虽然北韩武器说是它这个呃它的这个精准度呢，其实有大概失败率有在百分之二十。 可是呢，它可以远距离的发射，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帮助的，就是说它可以从俄罗斯本土就可以打到乌克兰去，所以当然这个对俄罗斯还是有帮助。更何况它是量的问题，嗯、就是它需要这么大量的这个呃炮弹呃弹药，那你它本身的生产是赶不上的。那 既然北韩提供这些，那俄罗斯提供北韩什么呢？当然，我们就看到过去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包括这些先进的武器，甚至是一些新的先进的技术，比如像北韩试射的这个北韩发射的这些所谓呃情报的卫星啊、呃，或者是长城的飞弹。 这些其实都已经看到俄罗斯影子在背后。那我认为未来下一步关键是什么？就是双方会不会重启原来在苏联时代签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因为现在北韩只有跟中国大陆有签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其他国家都没有。那如果俄罗斯也签了这个，那我觉得双方就会重新回到苏联时代的那个结盟关系。嗯，好，我们接下广告。 好，我们最后请教李老师。这样子啊，第一个，这个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事啊，不管拜登怎么承诺，那你要把众议院解决嘛。嗯，众议院解决不好，这是這是，讲谎话嘛。第二个呢，这个呢，支援的加拿大支援的八百架的这个无人机有没有？ 我先要问一下，有没有大疆制作的嘛？嗯、这个不清楚啊、欸。没有，没没没有大疆归不起来嘛。我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嘛。啊，那这不谴责中国，中国很显得很好玩嘛。第三个呢，就是南韩跟北韩呢、啊、很有意思。嗯。现在美国切单要找南韩嘛，俄罗斯切单要找北韩嘛。嗯。所以朝鲜半岛现在变成乌克兰的金金牛山嘛。嗯。这不不是也是很有趣的事吗？但是呢，坏了，不要小看。 而且不要小看俄罗斯。嗯，俄罗斯之所以拿北洋的武器，有很多的考量。第一个是双方的关系，第二个呢是确实可以拿到廉价的商品。第三个，因为北洋生产的这么多的武器还没有用过，所以总要清清仓一下嘛。试验场嘛。哦，这清仓也是也是清仓嘛。制造很多。对对对，因为他制造他他没有发生战争过嘛，但是他是一个实质准备战争的国家嘛。 所以这个就这个讲起来看，它绝对是很有利的嘛。最后一个呢，战争讲起来有几个要件嘛。第一个不能缺能源，第二个不能缺粮食嘛。这个呢，整北北是缺的嘛。这个呢，乌克兰也缺嘛。但唯一不缺的是俄俄罗斯嘛。不缺，不是，更重要的，它所有被管制的物品。 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叫做中国，可以源源不绝的供应所有被，所以说打到现在，你你说他像一个打仗的国家吗？他完全没有，因为所有战争里面所遭遇到的困难。 他全部迎刃而解啊！所以美国现在发声了啊，他叫你中俄之间哦，你必须要停。我们来把镜头转到德国的慕安会议，在这场会议里头，各国的外交部长齐聚，还有各国的安全的人员跟高层都在这里会面。而中国的外长王毅也会见了乌克兰的外长哦，两个人谈了呃很多方面。那当然，因为现在乌克兰还在打仗嘛，那中方呢也感谢乌克兰哦，在这个紧急的状况。 之下帮中国大陆的人员安全的撤离，而另外他强调三步：王毅说他在这一场战争里头不会火上加油，也不会借机拿到渔翁之利，更不会向冲突地区或冲突方出售致命性的武器哦，意有所指啊。那另外呢，他也强调了建设性，他希望哦赶快哦，把战争给结束吧，重建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讲出了中国大陆他的立场，希望能够和平啊、哦。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哦，这个王毅在强调建设性作用前面还加上了独特哦，那意味着他当然把自己的国家哦，是这个抬高到跟西方无法替代的位置哦，必须讲，俄罗斯跟他的关系很好，乌克兰对他的关跟他的关系也很好。以中国大陆来说，他两边哦都有。 保持友好的交往哦，所以呢，这也是中国大陆独特之处之处哦，这是中国大陆外交最成功成功的地方嘛，某种程度来讲是这样。那两国也握手哦，那边握手边交谈，这是我们看到王毅跟乌克兰的外长的见面啊。哦 的这个过程，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是不是也在这场会议里头借机拉拢欧洲的这一些国家领袖和领导人呢？包括您看到前一阵子川普哦、啊，他在南卡这里进行选举的相关的宣传的时候呢，他有讲到一些话啊，其实某种程度在酸欧盟。他说欧盟啊，你们包括这个呃北约，你们这些。 呃，盟邦，你们的军事支出都不到你们 GDP 的两他那我们干嘛还要保护你呢？哦，他讲这样的话啊，某种程度呢，让王毅捡到枪，他呼吁。 欧洲跟中国大陆携手共同克服全球的议题哦，借机把欧洲的这些国家给拉拢过来哦，所以欧洲的智库就说，中国的目的是把美国形容为不可靠的伙伴啊，借此拉近与欧洲的距离。恐怕这也是一招好棋，因为中美的竞逐是方方面面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王，王王毅也会见了西班牙的外长，包括中国过去有对西班牙的牛肉。 进行进口禁令，现在也取消了哦，因为这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没有一个国家会忽略它。而加拿大，因为过去呢，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有一度也不是很好。呃，王毅也继续向中国，呃，向加拿大。 试出了橄榄枝，这是中国大陆在外交上面的布局，还有一些重大的举措。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加拿大的外长赵美兰也跟他提到了红海的问题，他们敦促中国，希望可以维护红海的安全，因为现在红海啊，这个航运往来的船只呢，有很大的危险。那 这个呃，强调说符合中国作为出口国的利益，你应该也要尽一份力呀、啊，拉住伊朗啊，或者是对这些国家来施压啊。那英国人其实在这场红海危机里头也受到了一些利益的损伤，包括大家知道英国人很喜欢喝红茶，可是这些红茶的供应现在有短缺，因为他们会经过这个红海的航道，如果不经过红海的航道，它要转经南非的好望角，那这个运送的时间。 来，大家看一下蓝色的这一条，你等于绕道而行，就要增加十到十四天，增加两个礼拜呀、啊，所以运费也增加了，那市面上的红茶也短缺了，所以这个对英国人来说也是凸显了这个红海。 安全的这个情势的重要性。另外呢，卡麦隆他是英国的外相，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里头也跟王毅提到了红海的情势。欧盟将会启动红海护航行动哦，暂定的期限是一年，从二月十九号今天就会开始。所以王毅在欧洲在下一盘大棋吗？这是他在外交上面的初级。来请教亮哥怎么看？ 我觉得王毅就是在讲最做那个毛泽东，他讲什么叫政治了？政治就是让你的朋友变多多的，让你的敌人变少少的。那敌人是只有一个，叫做美国嘛，啊。所以你看他那个中国主场的演讲，他的主题就是中国将扮演稳定的力量啊。他讲了一堆啊，什么我们会搞好大国关系的稳定啊，然后什么全球增长啦、啊。 还有各地区域冲突的稳定力量等等，那这个就在影射美国是个不稳定的力量啊，因为它变来变去啊。嗯，你刚川普讲那个话，对不对？而且王毅还见了布林肯，还引用了刘备对刘禅的遗诏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勿以善小而不为。”嗯，刘禅就是阿斗嘛，你就看知道他的影射，说你们怎么都做一些小恶啊？ 小善你们也可以做啊，做点好事吧。这个世上隐含着中国对美国的抱怨，叫美国听人听得懂吗？我回去他们一定听得懂，<laughs> 会翻译<譯>。因为台湾就是有很多人比我有，嗯、我也是看到别人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嗯、这个是《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啊、嗯哦，就是刘备对刘禅的遗诏。嗯哼，啊、哦，你不要都做一些坏的小事、啊，小善事你都不做，小奸小恶、嗯哦。所以。 坦白讲，中国对美国是不满的，嗯，可是他不是去发作为到处在骂美国，他表现为是去交美国之外的所有的朋友，嗯、哦，这个当然是高招了，而且他用的笼络西方国家，大部分就是单方开放旅游，那另外一个就是增加农产品出口，嗯、呃，这个对欧洲人来讲真的是很有用，尤其是增加农产品出口啊、哦，那。 这个事实上对法国、对西班牙都是这样。对啊，像牛肉啊这些。对而且他去今年又刚好是中国跟法国的旅游年嘛，文化旅游年啊。嗯、事实上，中国和法国的贸易是很少的，不到一千亿啊。你去看看中国跟俄罗斯，嗯、<哼>才两才一年，俄乌战争就飙到两千四百亿了啊。那中国跟德国的贸易也超过两千两千亿。嗯、<哼>所以它跟法国的贸易是有很大的增加空间。空间。嗯啊。 而且法国跟西班牙，就是对中国来讲，他认为他是比较能够从欧洲立场来想问题的。嗯哼，他比较敢于表达欧洲独立自主的意见啊，没有被美国给笼罩着啊。那因为德国是战败国嘛，有美军基地嘛，所以就被美国压着。那英国就不用讲了啊。所以拜访西班牙跟法国也有他的战略考虑。嗯，就是。 欧洲人，你要勇敢一点、啊，嗯，讲出你讲出你心里的话，勇敢，那中國不要中国支持欧洲人站起来，嗯、呃，就是这个东西。那时候这欧洲人听起来当然也是很对口啊，就这样。嗯,嗯，这是王毅啊、哦，他的外交出击，我们进一下广告。 请问舰长怎么看中国大陆的外交出击？呃，我们实际上来看乌克兰的状况啊。那个呃，今天我来上节目的时候啊，我在那个世贸中心那边还看到了，嗯、呃，有很多应该是乌克兰在台湾的人民啊，还在那边挥乌克兰的旗帜。我必须这么说啊，你不要在这边挥旗帜，挥旗帜没有用。如果你真心的挺乌克兰，请立刻回乌克兰去打仗，因为乌克兰现在。 他的实际上可以上战场的人呢、啊，已经非常少了。现在连那个以前要做支、做前线支援、做补给、做医护的这些女兵，现在也实际的从事作战行动啊。所以我们必须这么说啊，你你在台湾挥旗子没有用，直接回去打仗。那之前我、呃、这张图啊，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去年十月的时候。 这个画圈圈的这一点是哪里？也就是阿夫提卡夫，也就是在十七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撤军的地方，打不下去了。那也就是我讲的，你应该要回去了，就是说不要在台湾挥旗子。如果真的挺这个国家，你就要真真实的上战场。那至于说刚刚那个前指交代的功课啊，那个王毅的部分呢、啊，其实外交的部分呢、啊。 我们应该看到很多的小动作。其实他不是这个乌克兰的外长啊，他并不是只见了，只只跟王毅见面。他实际上也跟那布林肯见面了。可是我们来看，他们的见面就是行礼如仪。那为什么要把两只手紧紧的握住王毅呢？也也就代表，其实乌克兰认为真正能解决这件事情的。 也就是现在，俄乌战场的是中国。不过这么说啊，呃，已故的呃中呃中国大陆的前总理那个李克强啊，他其实当初也就是请乌克兰来参加一连串的和平谈判，但是乌克兰拒绝了。那既然拒绝了，你觉得那个中国还可以试出什么样的善意来？至少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他不。 一一大笔巨款给你，但是一半是重建的，意思他已经呃站队了，就是哎、欸，我先。那乌克兰现在的状况啊，比我们想象的还糟糕。他这一个外长，他实际上跟王毅讲什么？他实际上讲说，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所谓的弹药、防空以及远程武器。远程武器是什么？ 远程就是所谓的源头打击呀、啊，也就是防止、嗯、呃俄俄罗斯发射各种飞弹，所以乌克兰的人民回家吧。嗯，好，我们进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斌哥。 其实我觉得大陆当然，他把王毅找回来就是在外交上全面出击，那也是一个很基本的两手策略。大陆有庞大的市场，有商业的利基，那就看你要不要在商业上跟他合作。那如果你要在商业上跟他合作，那你势必在其他的方面就要对他放松。所以就是中国大陆很基本的一个态度那他的一个优点就是在于说，他比较不干涉别人的国内内部事务。我我要求的就是你不要对我太坏就好。 然后我我们大家就做生意往来，那你只要不要去跟着美国一起来弄我，我要求就是这么多。那我觉得对很多的国家来讲，他们是买单的。那包括乌克兰，乌克兰其实有一阵子也在骂大陆啊，可是你看这次看到王毅又又是好，而且这次这个外乌克兰外长这么积极，我我个人是认为以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啊，他是真的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是帮他们换取一些空间呢。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刚好站在一个有利的地位，那。 至于说这个欧洲智库学者在那边讲说，中国大陆就是故意目的就要把美国塑造成不可靠的伙伴呢？啊，废话，你们不是也正在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不可靠的伙伴吗？大家不是都一样？但是不可靠伙伴的印象怎么来的？不就你们川普自己造成的吗？就是这样，你要怪谁呢？啊、他自己讲啦。对啊。他就不会帮助他这些北约的中国了。啊、那我就觉得卡麦隆最好笑。卡麦隆出发的时候雷声多大、啊？说要跟他谈台海的问题。 就到后来两个人谈完之后，也几乎没谈，没有的，就是没谈，到最后只聚到他连李志英都谈了，就没谈红海，就没谈台海，所以表示。好，我们来聚焦一下慕尼黑会议哦、喔。当然，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王毅硬刚这个。 拜登首先讲到了台海的红线哦，他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哦，台独跟台海的稳定水火不容，而且还讲说统一必将实现，感觉上面好像也呼应了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惊吓的事情哦，是不是？中国大陆连官方啊态度上面也是越来越加的强硬，他说十四亿中国人民非常坚定的意志，这是历史必然的趋势。那法兰克福的评论报就讲说啊，感觉起来王毅这一次在慕尼黑发表对世界冲。 土的看法令人惊讶，比起去年更加的咄咄逼人哦。他阐述了中方对于各项冲突的看法，留下了很多未提及的内容，也创造性的处理事实。甚至王毅还送给这个美国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哦，这个、网络上面人家讲说这一句话其实是刘备说给儿子听的哦，等于说王毅送给美方这一句话是应该怎么解读呢？人家讲说这是刘备去世前给。 他的儿子刘禅遗诏的话翻译成大白话是说：“你这个小小崽子哦，别整天憋一肚子坏水，偷鸡摸狗的。可他差的做点人事吧。哇”哦、这个，这个、这、这一这一句话好多陷阱哦，差点要念到。嗯 <laughs> <laughs> 所以讲的很凶啦，就是感觉上面中国大陆对于美国也不留任何的情面了嘛。另一方面，在南海这里哦，南海的争议，王毅也说希望用谈判解决，但是话中也讥笑了美国是不是在炫耀武力？他说中方是保持着克制哦，坚持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何来咄咄逼人呢？需要透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而不像有些大国动辄就是使用武力哦。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黄岩岛争辩，其实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亮了主炮来驱离菲律宾的船只，美国的航母呢，赶快从关岛赶向了这个南海哦，所以他们这个在这个黄岩岛这边、西湖这边哦，内部部署了两艘海警船，还放了一些浮动的屏障。面对这样的状况，感觉在美呃在菲律宾背后的美国已经坐不住了、哦，所以直接这个调动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的航母打击群前往。 南海要给菲律宾撑腰的同时呢，感觉好像也在跟中方亮肌肉示威哦。那很多网友在讲说，哎，根据罗斯福号搭载的 C 二 A 运输机的轨迹来判定，罗斯福号航母二月十七号正向这个菲律宾莱特湾的方向来移动。南华早报也提到啦，现在美国等于说有五艘航母空前的聚集在西太平洋，为着是要来遏制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哦，因为他们现在美方已经要把。 重心放在印太地区哦，那感觉起来，即便现在欧洲跟中东都有冲突，可是美方还是最在意现在这个西太平洋、印太地区的这个状况，感觉上面也是好像一触即发哦，在不论是朝鲜或是台海这里，都有一些危急状况出现，还有俄乌的事情，王也会晤了乌克兰的。 外长他讲说，中方不像冲突方出售致命的武器，呃，坚持用政治来解决热点的问题哦，促和劝谈，然后不拱火浇油，不借机余利，也不像这些冲突的地区，也就是说不像俄罗斯啊、哦，来出售致命性的武器。那他们希望说，赶紧啊、哦，就是赶快止战啦，赶快就是重建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对比一下哦，中方的态度是希望赶快止战劝和，但是美。 方的话，拜登却是呼吁国会要赶紧通过援乌的法案哦。他在十七号的时候跟泽伦斯基进行了电话交谈，然后公开呼吁说要赶紧通过这个新的援乌法案啦。不然的话，现在对于乌军的援助减少的话，恐怕就会像造成这个乌克兰必须要撤出阿夫迪斯卡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现在这个泽伦斯基哦，也赶紧的就是要跟川普呼吁，因为他也是觉得有可能川普会当选，他就跟他喊话。 如果他回国的话，他说：“呃，欢迎你来乌克兰，我带你上前线哦，看看真正的战争是怎么样一回事哦。”所以感觉上面他也是在两方押宝，因为万一这个川普当选不是拜登的话，他也很担心这个原乌的这种军援会不会因此而呃减少，或者甚至就没有了。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一次慕尼黑会议，王爷态度这般强硬？这个王毅引的那段话。 是刘备给刘禅的遗诏，啊，那刘禅就是阿斗嘛，这个勿以恶小而不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后面还有一句话：为贤为德能服于人。嗯，事实上就一直你美国又不贤又不得，你怎么能够说服人呢？嗯啊,啊，所以，不过美国专中国专家不知道有没有读出来了。 他们听得懂、啊，我相信当场慕安会议，他们大概都不不懂啊。嗯，回去大概就知道了啊，因为他们会看本节目这样。啊，<laughs> 真的。<laughs> <laughs> 不过我我觉得啊，事实上，嗯、慕尼黑会议王毅也见了布林肯嘛。嗯、那你有没有看到事后大陆对布林肯讲了什么都没有报道？嗯。所以坦白讲，就是从曼谷的王毅跟苏利文见完面，嗯、到现在的布林肯再见面。 没有任何进展，我认为就是这样。嗯，哦，所以大陆当然是，这个用这个讲话你就知道他事实际上心里是有点不高兴了、啊。嗯，啊，不高兴了、啊。所以而且目前呢，坦白说了，看到的就是美国弄了捅了全球一大堆坑啊，比如说俄乌战争，如说乌克兰这个阿夫迪夫卡撤军，这个我们是乌东一路到。 赫尔松五个堡垒城市，乌克兰全部都撤退。嗯，这基本上已经那个防御的，那个丁点那个堡垒据点现在已经没有了。了所以接下来俄罗斯几乎可以对任何地方进行攻击啊！而且乌克兰的兵力不足，大家也看到了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撤军的画面，那个年纪大概都四十岁以上吧，我没有看到年轻的兵呢、欸，几乎没有。嗯。 所以你说这样的局面，怪不得共和党啊、国会啊、众议院就宣布休假，那就进入休会状态，休假两个礼拜。所以怎么可能通过你的原屋预算嘛、啊？是啊、嗯，我觉得众议院很清楚啦，就是你这个就是没有逆转胜可能性的战争嘛。那美国光是军事的援助已经花了四百四十二亿美金哦，嗯、如果再加上经济。 大概已经花了一千亿了。对，那现在共和党都整理一些资料啊，说这个一千亿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联邦预算，教育支出就已经被超过了，那更不要讲这个移民的管管制的问题，对，那也需要钱啊。所以，我坦白说，这个是非常的悲观啊。可是拜登还是一样啊。哦，昨天他拜登还特别又讲了一些话，啊，说我们这个坚坚坚如磐石啊，又来了。哇。 又来了，又来了啊！吴招谢，赶快听一下、啊，他、啊、又讲了，又讲了啊！<是>嗯、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你也看到，美国对以色列持续要打拉法，他没有没有对策啊。然后对东海、台海、南海可能的冲突，把五艘航母摆在这里，那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就看到这个美国作为全球的领导者。 已经拿不出对策来解决现有的全球冲突嘛？那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啊。嗯，好，来请教纪老师。那么，拜登呃，王王毅这次最近有关的这些全球情势啊，还有就是说美中关系啊，还有台海的问题的，他这个都是在慕尼黑对安全会议这个场域讲。 慕尼黑安全会议其实是国际几大重要的安全论坛之一啊，过去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去年还在大谈俄乌战争，你知道？嗯，那西方要怎么做啊？如何如何、啊？意气风发。今年这个会非常的暗淡，而且它是二月十六到二月十八。二月十七日发生一件大事，拉夫蒂夫卡乌军撤退。我认为泽伦斯基就故意挑这个时间那撤退不打。嗯嗯 就给西方难看，因为泽连斯基已经讲了很多次，他说，你们不支持我的话，下一个就是你们了。嗯，我现在是替你们在打仗哎，他要帮谁？他帮欧洲国家在打仗，所以呢，确实他过一次过去一段时间，他拿不到任何军援，这个地方也撑了十年了。二零一四年开始，这个哈，这个哈，拉夫蒂夫卡就是一个重症十年的经营，那个下面都是隧道啊，嗯。 那个、那个、那个防御攻势跟那个马奇诺防御差不多了，他可以守的，只是要要些伤亡。他干嘛撤退啊？你要记住啊，他不是被打败，他是撤退啊。而且很有趣，挑在十七号，二月十七号撤军。二月十六号，这个哈慕尼黑安全会议在慕尼黑盛大召开，嗯、美国的贺锦乐副总统还算四十多人代表团去开会。 责任斯机就给你难看，嗯，那这一次只有讲话，所以西方国家在自治讨论，不晓得在讨论什么哎、欸，没谈什么，没有谈什么俄乌哎、欸，然后什么都讨论，连气候变化都谈，然后呢，非常的暗淡，只有一个底气比较足的，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头到尾就俄乌战争就是止战停火，停火止战，然后用啊、哦、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那所以这一次王毅的主轴讲得很清楚，去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在越来越纷乱的世界的哈中，中国半要扮演一个稳定的力量，持续扮演最重要的稳定的力量。所以这位这个哈这个法兰克福评论报里面说，哎呀，王毅讲话越来越有底气，因为为什么？事实上，西方国家搞了这么大一个乱子，只有中国大陆从头到尾讲的事情，停火止战，现在也停火止战了、啊，嗯，那是泽伦斯基不打了。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国际情势啊，瞬息半变。我们看了去年的这个啊慕尼会议，再看今年的慕尼会议啊，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变得很快。嗯。那明年再办慕尼会议会议的时候，不晓得又是一个什么什么情况。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国家被打烂了，就是乌克兰。啊，现在另外有一个地方也杀得血流成河。嗯。我们希望啊，我们台海啊，尤其这个蔡英文这些啊，掌握台湾政权的人啊。 要以乌克兰这个例子为界国际形势啊瞬息万变，嗯，要把好这个台湾这条船啊，以台湾人民的啊生活福祉安全为考量，不要在里面啊跟着别人这个起哄，到最后呢，啊，弄得跟这个乌克兰差不多。嗯，好，来请教赖老师，王毅这次花了很多力量在慕尼黑啊，做了很多的工作啊，我觉得他主要的目的，战略的目的是希望，呃。 欧盟走自己的路，恢复自己过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啊，不要再像这个从川普，特别是在拜登这三年内，啊，欧盟一直在追随美国走这条路走是走不下去的，而且也是错误的啊。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就是在希望欧盟的这些领导者能够去反思，反思什么呢？反思你追随美国去跟恶国为恶。 最主要是跟中国为敌，这个对你来讲没有好处，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稳定没有好处。那所以王毅的整个论述里面，其实他是在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当前的这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中国是一个唯一的稳定的力量。那目前的动乱不安，在安全上的动乱不安，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的动乱不安，所以王毅他都提出例证了。 提出主要的证据，例如说，在经济的动荡不安中，中国的经济支撑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 GDP 的成长，这是联合国所公认的。所以在经济这个部分，中国是安定的主要力量。在安全上，中国促进了这个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和解。中国在俄乌的冲突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努力的奔走，派了特使。 在努力的奔走，然后也是要稳定住，而且最终现在证明中国的主张是唯一可行的，那也就是停火止战，啊，唯一可行的方法。在以哈以巴的冲突中，那王毅用的是巴以的冲突的过程里面主张的两国方案也是唯一的正确的。那这个目前来讲，连美国都从过去的反对到现在的支持，这代表。 中国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它最主要，它在界定的就是世界上只有四大强国，一个就是中国，一个美国，一个俄罗斯，一个欧盟，其他的都不是。所以他在强调大国的关系，中俄可以发展到今天，啊，不是盟友，但是却，啊，却是良好的关系。其实他也在提醒欧洲，说我们也可以发展成为不是盟友，但是可以像俄国一样这么好的关系。嗯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追随美国，然后要跟中国大陆来对抗，因为去风险就是去中国化，那也就是你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对你没有好处。我觉得王毅是苦口婆心呐、啊。那在这一次的演讲里面，他越来越感觉他的说服力是越来越强的。因为欧盟坦白说已经走投无路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欧盟的情况只会更糟，而不会更好。嗯，好，你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 大中东的情况，大家知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到现在都还在持续中。美国的角色是什么？美国最近跟阿拉伯的一些伙伴，其实有提出一个计划哦，说就让巴勒斯坦建国吧。可是以色列不可能同意的，他坚决反对哦。所以呢，你看到就僵在那儿了哦。 那纳坦雅胡他的这个立场非常的强硬哦，因为本来有一个和谈的一个方案，互相换球啦哦，释放一些这个对方的一些这个俘虏啊，可是现在呢，他又这个呃后悔了，或者是说他不依了哦，他召回了谈判代表，他还批哈马斯说，你要求全面撤兵，这是痴心妄想。 所以战事或者是冲突又升高了吗？我们看到最近有两件事情，包括美国的 FBI 局长以及美国的 CIA 局长前后哎、欸，在这两天突访以色列，而且是秘密行程哦，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这是 FBI 局长瑞伊、哦、他哦强调他会针对哈马斯汗政府长的工作的重要性。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拜登他。 另外一方面也签署了一道命令，他要保护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啊，不要被驱逐出境。而另外呢，CIA 哦、啊，俗称情报头子的这个局长，他秘密访问以色列，到底是为哪桩呢？谈的是人质的问题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美国已经使出了很多的力气，想要做调解，可是看起来进度真的非常的有限哦。你看到以色列还在不断的空袭哦，他空袭拉法哦，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拜登、纳塔雅胡现在呢，可以说关系紧绷了，因为。 他等于是控制不了纳坦雅胡嘛，哦，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华尔街日报》也写了，拜登跟纳坦雅胡的关系已经面临了爆发点，因为两边是谈不拢的，因为。 大家知道拜登要选举了，而且他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你把这个呃，巴勒斯坦呐、啊，哦，把这个呃，这个加萨走廊这样子不断的轰炸，到现在死了多少平民哦，已经无法计数了。而另外呢，美国内部的问题，刚刚董哥也提到了，包括德州哦这样子的问题，其实也让拜登非常头痛。现在乔治亚州的州长他也宣布了，他会向德州边境派遣更多的国民禁卫队。 为什么？因为太多的非法移民要越境了，所以他们要加派人手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法官对于德州允许警察逮捕非法入境的移民也表示怀疑，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的在角力哦。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地区法官啊、哦，他也讲了，他说我不相信只有罪犯啊、哦、越境的说法，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共和党的一些政治人物的说法，说啊这些来的都是犯罪者。他认为大部分的这些非法移民还是守法的人，所以两派不断的在争执，而社会的乱象就越来越多。包括现在美国有体育界的大事超级杯，可是发生了汉室有枪击案。 造成了一死二十二伤，还有连电台的 DJ 都身亡了哦。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乱哄哄的，拜登说话了，他说这个枪击事件呐、啊，让我们震惊，我们感到羞愧，而采取行动。可是拜托，枪支管制的事情不是今年发生，不是去年发生，这十多年来太多太多了。可是管制的行为有收到成效吗？看起来是没有的。另外呢，普京。 俄罗斯的总统出招了吗？哦，我们看到最近他有一些说法，说，呃，我支持拜登继续连任，我挺你拜登啊。可是像是日本媒体就说，哦，这可能是在做两面手法，他是按住川普哦。普京说了，我乐见见到拜登连任哦，那他觉得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可能说的是反话吗？另外，川普最近官司缠身，包括他涉及的两宗刑事案件。 同一天开庭，他有两个律师团兵分两路来应对。可是官司缠身的川普哦，我们看到包括他的支持度都还在上升中哦。 川普哦，这是路透社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川普的支持度是有百分之三十七，拜登百分之三十四，两个人差了三趴。所以呢，烂事缠身的拜登，呃，烂事缠身的川普，还是赢过拜登吗？哦，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花旗他预计了，他说如果川普大获全胜的话，美元会上涨。 哦，是这样子吗？来问一下赖老师。呃，经济的问题我先搁下，嗯、我们先谈政治的问题哦。政治问题比较有趣是拜登还在演戏，啊、哦，为什么我直接说拜登他的团队都在演戏？因为国际社会已经快受不了啊，这个以色列将不断的去攻击轰炸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尤其现在已经打到拉法啊、哦，这个是难民已经躲无可躲了。 其实死的都是平民百姓，国际社会的压力很大，阿拉伯世界跟伊斯兰世界的压力很大，国际恐怖主义者也蠢蠢欲动。呃，其实美国如果真的要出手，你看美国当时要修理台湾，说你的半导体不能卖给台湾的时候，你不听话他就制裁你，台湾乖乖的听话，台积电就奉送给他，三星不也就是？ 从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到贸易逆差，不是就是因为害怕被美国人制裁？荷兰的埃斯摩尔不也一样吗？美国人最常使用的就是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制裁你，这么简单。那怎么可能美国叫不动非那个以色列呢？因为美国只要不给以色列钱、武器、弹药，甚至在联合国里面投下弃权票，不要投下战争票，只要投下弃权票。 那安理会就会通过对以色列的制裁，就这么简单。但是美国没做哦，美国一样继续投否决票。第二个继续给钱，第三个继续给武器弹药。不要忘了洛克希德·菲勒，或是呃洛克希德·马丁，他们的或是波音的精准炸弹，不是一直在送过去吗？这代表什么？ 我我在演戏，哎呀，不要再杀了，不要再杀了，停火吧。然后，哎呀，我要两国方案。一手就是继续给你钱，继续给你武器，继续打，继续杀。这个叫做什么？虚伪自己，伪君子，非常典型的伪君子。美国的民主党就是伪君子，共和党就是真小人。共和党就告诉你，我就是小人了、啊，你怎么样？嗯。不然我的什么？哎，这句话好像我们有一个前任的领导人讲过、啊，这叫做真小人。 那哪一个比较糟？真小人还是伪君子比较？当然真小人比较好嘛。好比较好，因为你可以知道他是坏嘛。伪君子就装好人，装好人才最可怕。为什么？装好人，那你想想看，他对他干坏事，这才真的可怕。坦白说，我们台湾有个政党，他也是最伪君子了，每天啊改革，希望未来。 哦，然后呢，每每天司法改革、民主、哎、民主，我们是啊，每每一天，每一天满嘴争议哦，女权、父权、呃，而不是父权、人权，每天满嘴这个，但是干的都是坏事，这叫做什么伪君子？伪君子真的是最可怕啊、哦！好，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民主党确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伪君子的政党，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了，因为这个政党谈到最后好累啊、哦。谈一下美国。 现在的真小人面对伪君子该怎么办？为什么呢？坦白说了，美国现在他们苦恼的是，他们对于联邦政府没有有效的管控非法移民，是他们很苦恼。是那一般的州，尤其是德州是一个灾难大州，这个灾难的大州他受不了了，嗯，所以他现在跟联邦政府在对抗，嗯，他也跟联邦法院在对抗，嗯、是。 那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同党的州，他们已经开始向佛罗里达州也调派了一千多位国民警卫队进入德州协助这个德州州长跟这个联邦政府对抗。现在又有一个州又加入了，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共和党的州啊，他们都已经开始纷纷的加入德州，跟他们的联邦政府、跟他们的联邦法院在对抗。美国再这样一直玩玩下去的话，坦白说，美国真的会四分五裂。 这个国家真的是国将不成国武器的问题、滥用的问题，我又要说还是伪君子跟真小人。共和党就觉得这是我的选票啊，因为在美国卖枪支的店比 Seven Eleven 还要多，这代表什么？很多的就业机会是代表很多的利益是，而这些利益的背后，绝大部分的都是共和党的金主。嗯，那共和党就一定硬挺嘛？民主党。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枪支非法，你要把它干掉的话，你当初控制两党控制两个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就好了嘛，啊、而且也不做，哦、也不做嘛。对，我们看到校园里头有很多很多过去的悲惨的例子哦，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来，我们进下广告。 美国政府真的是两面手法吗？一方面提供武器给以色列，一方面又在呃促成两边和谈，所以这个战争什么时候才会落幕啊？嗯、呃，我们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把焦点聚焦在红海上面，那我们已经快要忘记加沙走廊了。那如果我们看现在加沙走廊的状况是什么？ 我们还记得吗？之前以色列是把加萨走廊的人民从北部赶到南部。是。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以这条黄线以南的这个南部的部分，这个深蓝的部分，这个是以色列。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浅蓝这个部分，也就是 IDF 以色列的国防军进入的地方，那我们这样子看到，也就是原来加萨走廊南部的这一块，那个有关于。 这个哈马斯控制的区域已经越来越小了。那越来越小也就算了。那这里他还标注了一个医院的部分呢、啊。那这个医院呢，其实它在他是海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现在他们是说，就是以以色列国防军是说，之前有很多的嗯、呃、人质被关押在这里，他们怀疑人质的。 那个遗体在这里，所以他们现在是就是说持枪进入这个位置，而且其实他们现在慢慢的要向南赶，向南赶的问题就出来了，也就是那我们想一想，巴勒斯坦的人民到底要去哪里嘞？因为为什么？ 今天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埃及现在在边在西南半岛的这个沙漠上面大兴土木，嗯、它要盖什么？它其实要盖的是一个围墙。不让它过来、啊。对，嗯、我们看看这个围墙有多高，而且未来要盖的围墙不是长成这个样子，未来要盖的围墙它是要盖成混凝土的。嗯、<哼>也就是说，未来其实那个在一些。 嗯、呃，巴勒斯坦的人民，他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困苦。那现在美国其实，在大陆的折冲之下，慢慢的要接受两国方案。那我们看看两国方案是长成什么样子？两国方案其实就是一九四七年联合国所提出来的一个计划。我们来看这个白色的部分是以色列的部分，那有关于巴勒斯坦是绿色的部分。但是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刚刚赖老师会讲说这是两手的策略？因为我们真觉得可以回到一九四七年吗？这个我们看一看啊、哦。纳坦雅胡说，如果说要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全面撤退是痴心妄想，那和谈就已经破局了。如果连和谈都没有门儿的话，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怎么回到一九四七年的两国方案呢？嗯、是更不可能。以色列一方面轰炸，一方面告诉加萨的平民说：“你赶快逃。”可是要逃到哪去？嗯、逃到月球去吗？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嗯、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董哥。对啊，大家可以看到美国。 哦，这个国家其实已经变成非常扭曲，而且是分裂的哦。他的国内的枪击案啊，昨天刚好李嘉彤教授啊传他有一篇那個给我看了、啊，<是>他讲說,说这两天啊、哦，其实我们在过春节，是休斯顿有个妈妈带五岁的孩子他上教堂，然后这个妈妈掏枪对所有群众开枪哦，那、哦。 当然，因为现在开枪太多了，我们报道只是刚刚你讲的超级杯啦是，是哦，因为超级杯有二十二个人受伤，一个人死亡，有 DJ 有怎么样嘛哈？那那这个妈妈也当场被两个警察把他击毙，这两个警察也刚好上教堂，好，你看孩子五岁在现场看枪到底是怎么卖出去的，有一个人开车啊，哦，他在亚特兰，啊。 然后他看到四个高中生，看的不爽，从车上开的，现在凶手还没抓到。有，我刚刚看到这个，这个插播的讯息。是，那纽约地铁，大家也知道，那青年人打一打，就把枪掏出来，在纽约地铁，就就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美国其实他不止在国际贩售金流，他在自己国内也这样。为什么这样子没办法进？没办法进，就是因为他们都靠金流太容易赚钱，金流商赚了钱。 啊，给周议员，给啊参议院、众议院，啊，然后州长啊，包括总统，你最主要的啊政治现金都从这里来嘛，就很简单。所以大家嘴巴都讲一讲，然后其实都在鼓励金主上，包括自己国内死的人。嗯嗯 哦，你看那些什么步枪协会啦、手枪协会，那个影响力多大，你知道吗？是。所以我们在谈很多东西哦，就会发现世界上这些政治人物大家都在表演啊。嗯。哦，他表演，很多人当真就义愤填膺，但你可以看到背后有多少利益，这个利益哦，很多是用人面堆积出来的。各位朋友，李嘉龙教授有一本书叫做《让高墙倒下》，人跟人不应该再有这样。